我们都是为了救灵而死，救灵回来了。 是，又要如何呀？楚扰，这一切我一定会替父皇讨回来，让真相大白于天下。京城，我回来了。小姐，我们进城之后先去哪里啊？朝廷里程图上绘制的很详细，你想去哪儿？ 我们能不能先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呀？这吃了一路的干粮，我嘴都快吃肿了。好，那我们不如去这儿。好啊。 我是不是有点太没见过世面了？怎么会呢？你喜欢什么便去做，想买什么便去买，不是给过你钱吗？说起来，我好像有点饿了。这京城有什么好吃的呀？哎，董家肉脯，哎，姑娘，好新鲜。董家肉脯，我记得里程图上曾经说过这家肉脯很好吃，不然我们去试试。好啊。 董家肉脯，来一份。好的，姑娘。柳儿，哎，一会儿我还有些事要先出去一趟，你回客栈等我便好。好，小姐快去快回。多少钱？3文钱一份。哎，好的，谢谢姑娘。